材娇小的人总是会羡慕高个儿，以为他们穿衣服就是来得好看又大气。其实只要选择适合自己身形的衣服，就能穿出个人的味道与特色的。但到底要怎么穿呢？立马来看看身材高挑与娇小女孩的穿衣哲学吧。帮她拿一下绳子好。要跳了吗？我要帮你、啊。我自己跳还是你们跳？我自己跳，我自己跳。行啦。我自己跳，他自己跳。可以，我可以。来。等一下，这个太长，这样可以。他竟然真的要跳，我不敢相信。好敢尝试的人，真的。是衣服。把衣服了。可以跳，我可以跳。你会跌倒。我可以跳。你小心。我可以跳。小心脸。成功了啦，可以了，这是功夫啊，蛮厉害的，好，气很大，还帮我，对，也算是个才艺表演。不过他今天示范的就是矮个子穿上高个的衣服之后的状况，所以现在麻烦你站起来好吗？啊，站直，我站直了，对，站直，我是大郎啊，站直，对，就是洋装对不对？对，是洋装，恢复矮个子，罩子。所以等一下，你们穿可能会有同样的后果，会变成这样啊，就是很长，下面很长。今天高个儿们有带他们的衣服来，然后你们带来的衣服是你们偏向长的衣服是不是？长礼服比较多。你可不可以拿一件出来展示我看看？长的吗？你在你自己身上比一下好不好？它是这样子。哇，所以瑞莎你可以比一下吗？可以啊，瑞莎应该差不多，应该是差不多，对啊，好美哦，也是可以，好漂亮，就刚刚好，对，李怡景，好，还是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是有点长，哦，可是也算这个长度还稍微可以接受，如果是已经折出来的话就，李怡景在高队里面是比较矮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是矮个脸，所以。有交往过是真的视觉上看起来就是比你矮的男生，有169，哇！结果还好吗？结果就被人家说成是姐弟恋，就姐姐牵着弟弟在走在街上，对啊。所以亲嘴的时候你需要有点弯吗？需要吧，没有站着亲吧？那选择都坐下，没有站着亲，就在外面。没有在外面要亲就一定要躺着亲吗？我意思就是可能是就是坐在3、2、1，躺下。接吻，我是很多时候不会在路上接吻那些的，这样会很怪啊。不会啊，情侣常常在路上接吻啊。我没有办法。你是说你接吻的姿势是局限在哪一种？就可能去看个电影，然后坐平这样子，然后可能这样亲这样子。汪一萍如果站着跟她男朋友亲，就好像要送男朋友上学那种感觉，对，妈妈亲小孩就会很怪，就连牵都也会怪怪的，交太高也会亲不到。所以你有交过太高的吗？我有交过187的，然后就在路上想要亲他就亲不到，就很尴尬，助跑然后弹跳，差不多要这样。那你可以拉他袖子吗？可是。牵手的时候也会很像是爸爸牵，我就是小孩，就爸爸牵小孩，小孩牵爸爸的手那种感觉。所以你说187吗？187。那你带到他哪里？大概就到这里而已吧。小个子有被男友举到肩上过吗？跨坐在肩头。我有哎。哇。嗯。就看演唱会的时候，然后后面就抗议说你们这样在那边，他就说 get the room。然后就说这样子我们都看不到啦，对，就不要搞亲密。可是不是，我们不在搞亲密，是真的我看不到。所以如果以后交往的是160的男生，他把你扛上去，这样就比较高度。这样应该视线就不会受到阻碍，后面很容易扛不起来。扛不起。那个男生会就会闻，一直在一直摇晃。所以高个没有办法被放在男生的肩膀上吗？有办法吧，我的一个男朋友211公分。那你好啊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没有接电梯。那你们去3楼都不用爬楼梯，不是因为就买摇滚车票，结果看到是3楼的 view， 根本是高台，真的蛮方便的。等你去动物园会跟长颈鹿对视，最矮的动物就像这个。好，您今天带来的是些什么？这个是洋装。
这洋装、啊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看。这个平口的啦，平口的。你这个下面不会再穿裤子了吗？我不会啊，这个很露屁股。你有穿过这样子就只单件就出去吗？嗯。可是很容易曝光。不会啊，还好吧。我穿起来的时候到这里，就先跟那个长度差不多。而且维如穿应该到膝盖吧？也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但是我穿起来也是不用穿，连安全裤都穿不了。OK 啊，对啊，这个也是啊，就是下面不用再穿裤子。对你这件是很对啊，就是不用再穿，他们不行吧？我们不行，因为真的是上衣吧。喜欢这件给瑞莎比一下。我一定会露屁股，就是想看你露屁股。这个是上衣啊！我觉得如果屁股就都在外面，就下半身后面去换，来去那边。我试试看，然后陈春华会帮你看一下行不行出来。这个还用试吗？你们有试过穿一些比较娇小的衣服吗？有啊，像其实我身上这一件，我当初买的时候，我以为它是洋装，然后我想说我可以穿，然后没想到我自己，因为它不能现场试穿，我就想说高度还是可以当洋装吧。这一件如果那个围炉穿是洋装，屁股已经露出来了，然后所以我才就是又在家里牛仔裤。对啊，就是那时候想说这样比我应该是可以当洋装，就没想到一穿上来整个会露出屁股。哦，对，想看哦。好，我们欢迎瑞莎出来吧。转圈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不要转圈，千万不要转圈，不要转圈。我觉得后面可以，后面长度比较长，但前面完全不。就是前设计就是，它就是有点弧度这样。可是我这辈子就是要追求露出那么多腿，所以我才会买短一点，可是都没有办法。这边胸部这边也太短了吧？对，胸线，所以你只要往下拉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胸线会变这样？因为我穿起来是刚好的，而且腰在这边，腰在这边啊。所以瑞莎，如果是你得到这件衣服，你会在里面穿一个短裤或者牛仔裤？一定会啊。那这个就应该让影评试好了，对不对？影评吗？我穿得下吗？试试看喽。So cool, man。反正陈春华会帮你确认可以才出来。好。我为了大家好，我应该都说可以出来。你要不要遮一下？需要一个布吗？还好哎。它是伞状的，所以还好。还好，这个要打开。所以他穿的样子是你要的样子？是我要的样子，可是我穿不出那个样子。我穿起来大概是就是到这样子。因为如果效果像他那么好的话，你穿来康熙，我们应该会记得哎。可是我是没印象你穿过这一件。好，你对他穿任何一件有印象吗？是没有啦。可是瑞莎穿这件我应该会记住，对啊，因为腿很漂亮，腿好美哦。那我们这里好了，你这边可以吗？合理吗？我听到撕裂声。完蛋，没有这个掉光。你 OK 吗 ？OK 吗？OK， 需不需要拿什么？其实还蛮好看的，很漂亮。好，欢迎王以婷。我发现这件，其实这件衣服好像有塑身的效果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背心上，对，说麻烦来了，现在才是真的麻烦来了。太帅了，好惊人的效果，对，好漂亮。但是它不是这种感觉，它腰这边其实我们刚才是拉不上去，对，因为它这边真的带不住。所以刚听到很多的啪啪啪的声音，我想说完了，你这一件，我觉得这一套完全要送他哎，对，好美。你平走一下，好美哦！好漂亮，这个再走几下你就要拉一下。对，因为我总觉得我屁股会。对，瑞莎，你跟他一起走。我没办法走，他很飞。你不要转圈，不要转圈。好，来两个一起，好来走吧。好正哦！对啊。哇！觉得男生会先看谁？我觉得王颖平真的哦，因为他这太惊人的身材啊，哪方面惊人？就是说他线条很漂亮。所以你是一个很害羞的，你不愿意这么，我不会炫耀你的身材，我不会穿这样走在路上，所以好别扭啊。你好像上电视也不穿这样的，我很少在穿这么紧身的。OK， 对啊，所以你买的时候是当成宽松的篮球背心来穿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要追求这种紧度。对，所以你穿起来效果是什么？
穿起来效果真的没有他这么惊人哎。对，穿起来效果就普通，就是走在路上应该也哦，顶多看一眼了，也不会一直回头的那种。那比例很重要，对，因为他是把你的曲线，其实小 S 比例还蛮好。嗯，我比例很好啊，还要你讲吗？没有。吴一佩女人味穿着惊艳全场，我帮吴一佩挑一件，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窗帘。来，一佩出场哦，这样很显得出女人味耶。对，这一套我们绝对会记住的，好美啊！现在看起来比你们大牌很多。真的，我也是天哪，一件，好想穿哦。穿觉得还不错，我应该会穿一件。挑战，对，可以挑战。会不会以后来上我们节目都穿大衣？好像没上过电视，我帮你定。真的要穿啊！这个真的不行，真的要。这个给彤彤吧。我穿起来会超丑哎！你看看看啊，来，试试看。这个我也不行，这个他们完全撑不起来。这个超丑，他那个腰线我会在这吧？我觉得高个穿我们的衣服都变好性感，我们穿他们都好可笑。瑞莎刚就变好可笑，穿没有。所以这一集吃亏的是你们三个。对呀，你们现在发现了吗？有发现，发现，其实还可以，还行吗？对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好，彤彤好了，来看看，好好看哦，好好看哎，蛮兴奋的，陈春华，你把手脚冻在腰部是不是？因为他把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好好看，提高一点，对。所以你穿的时候是不绑腰是不是？我可能穿平底的吧，然后腰还是会绑。好看，因为这个腰绑是合理的，对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上面可以宽松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再加上其实它的就像大家讲，它长的就是好像很高的脸，那它的比例也算不错的，对，所以你这样去衣服店不是就会错过这件吗？会，就是因为你连试都不会想试，没有，他刚在后面跟我说这件好好难看，对啊，他拿着的时候看起来好难看，可是出来很好看。我没想到是这种效果，我没想到，对不对？好像还比他今天自己穿的那件更醒目哎，真的好有型哦。可是如果不穿高跟鞋就会有点蠢啊。可是不应该不穿高跟鞋，就是看起来就很像睡衣，尤其你这样站。就是也不会，我觉得也很有个性哎。真的吗？比你刚才那套白色蕾丝下面有须须的更适合你。真的。对，你刚刚站起来那须须有稍微让我。对。你有抖一下吗？抖一下。那件很正吧？你不觉得吗？就想说你又没有要跳粉吧？你穿那样干嘛？那你穿睡像台灯的灯罩那种感觉。穿帅气可能好。所以你们不穿倒地的吗？哎，不，连选都不会选，就那个衣服，我在那个服装店看到，一定就是略过，然后心里还会咒骂，说是做给谁穿。嗯，就因为绝对不会是我们的衣服啊。我那时候看到这一件，我觉得超漂亮的，好，就是没有试穿，我就立即买了。然后结果我回家穿的时候，它就是真的就是拖到地，我连穿高跟鞋它都拖到地。这件你撑得起来啊？就是这件李怡景你会穿吗？嗯，我应该会选择，因为其实它还 OK， 而且又是有点高腰，可以很露，然后高腰就是加一个腰带。可是我觉得矮个很麻烦，就是你什么衣服都要改，然后像长洋夏天就很适合穿长洋装，可是矮个就是穿了就是看起来又更矮。李怡景，那这件跟那个绿的你要穿哪一件？一定是这个。真的？那你穿绿的吧。穿干嘛呢？你没有那么高，应该不会出问题。好，穿穿看，如果不行，你再换另外这一件。OK， 好的，好，出发。好了，伟如出来吧。感觉超好多。我懂你的意思了，而且你的高跟鞋非常高。就是有什么事吗？要去喝喜酒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因为刚刚瑞莎穿的时候就一点都不像是喝喜酒的样子，而且感觉就是去海边很休闲的。对，我都会穿平底鞋。你敢走台步吗？还是怕跌倒？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会很狼狈。走楼梯是走走看吧。真的还蛮对，走楼梯最可怕。真的一直踩到不行。好隆重哦。可是你不常穿长礼服对不对？不常，感觉起来就是很不常，感觉起来这衣服跟你无关的。懂了，这真的好吃亏哦。对，
我真的不敢尝试长礼服。所以他如果真的大力的把它就是剪短了，还是显不出那种潇洒飘逸的感觉。你有没有觉得他感觉跟地面很近？就是好像被压缩还是什么的，它像被沉重的感觉吗？就像被神之掌这样拍以后，钉到地里面去的感觉。很轻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很好看，可是长度是不合理的。对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穿，我也不敢挺。我觉得比他刚刚穿的好看。可是这件，你看衣襟，看他肩膀，看有没有像一个衣架挂在肩膀上面。所以他腿也是漂亮的耶。他刚才穿那件会误以为他好像下盘是不能露。他肩膀他已经把他极力往前扯了，他根本不在肩线上。对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衣架在肩膀上。如果是超正常的穿法的话，就太短了。那肩线应该在这里。对，这件不可能，你穿起来是洋装啊。对啊，是洋装，我里面不用穿裤子啊。所以完全没有他现在的困扰。没有。对，完全可以。所以这是你洗过他脱水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本来就这样啊。其实这个路线还蛮上网性感的啊，嗯，还没有办法接受。真的吗？所以你出专辑从来都不放这种性感路线的？我自己平常就不是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呈现那种性感的感觉。OK， 那你现在是要去换掉，还是你要坐下来？我要换掉，遮住，你要换掉是不是？没办法坐。OK， 但是真的好，这应该是他很大最大的牺牲。一配好啦，其实比你想象中好看哎。最大牺牲，来一配出场哦。蛮好看的啊，很好看啊，好看！你这样很显得出女人味耶，比你刚才那套好看啊。他刚那套是肤色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忘记是什么了，就整的跟身体结在一起。你这套我们绝对会记住呢，好惊艳哦！没有，你也并不显得，你没有显得很过分呢。就是说，虽然露了，可是你因为你里面很明确的就是有内衣在。可是影评你。穿那个的时候，你里面穿什么啊？我那个时候，因为这个是我，为了尾牙的时候去定做的，然后里面我就只有穿肤色的无痕裤，然后跟肤色 new bra， 就看起来像裸露一样。没有，可是整体看起来是好看的，并不会说看得到说会有毛毛或者是胸部。可是灯一打就会知道是 new bra 跟内裤。没有，灯一打反而更看不出来。哦，真的。会，它会反映出皮肤色。对。它现在黑色就多一截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如果因为它多一截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它的身高比例是不对，因为这腰线太低了。可是因为男生就会注意中间，其实腰线应该在这里。对呀，对。可是我觉得鬼拍款哎，我觉得蛮好，好看。你要不要走一下台步？往前走。你放下来，让它你对你放下来，你不要两个摔，不要两个提起来，就这样走就好看。对啊，好看。对。很多他们觉得很好看，你知道很多那个矮个女生比较少穿长礼服啊，她每次穿长礼服的一个那个讨厌的动作，就两手一定要把裙子捏起来，不好看。而且走路的时候会用踢的，就会这样一直踢，一直踢，一直踢，因为怕踩到。所以要练了，穿长。你怎么办？她成功了。对，好好看，好美哦！她现在看起来比你们大牌很多。真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好想睡哦。跳个大牌啊！现在你以前是不是太把自己归类为知性者？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不会是我的衣服，可是现在穿觉得还不错，我应该会去弄一件。可以挑战看看，对，可以挑战。会不会以后来上我们节目都穿大衣？对，导演好像没上过电视的，帮你定做一堆透视装了。对，会在尾牙穿这一套，目的只是要打败其他女模特儿吧？没有哎，我这一套超不明显的。因为灯光一打下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影评穿这个效果不知道是怎样的，他就是想要压倒其他女生，才会穿这种透视装。吴一沛化身妈妈桑，带领旗下红牌王一平。吴一沛来，像不像妈妈桑啊？你其实有画大牌子，这么烟包的，你这是在经营投币式卡拉 OK？ 你不想？你甩个屁啊你！你这衣服平常要用吗？没有哎。抽根烟吗？这位太太。想带旗下的小姐。就王以平今天真的把其他女生压得太凶，还是我们说好，我们就把它剪掉这一段。目前
失败的是只有围炉哎。对耶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你，你要不要再试一件？我觉得你可以挑战那个前面有金链子那件。哦，我觉得他可以挑战那个有水里的那个外星人的那件。外星人吗？嗯，这两件。这也是我平常会穿的。你要哪一件？外星人我没有办法接受。外星人就是你的衣服啊，那我不能接受。怎么会？为什么带一个飞机枕在这上面？你有要这件吗？我想挑战那一件。OK。对。吴一佩来。而且他手上拿着，马上变很老气。他手上拿着好像一个手，像妈妈嗓啊。你是不是有放烟还是怎样？是吗？烟包着。你为什么忽然变这样啊？就我裙子已经往内。等一下，这个裙子是家产被你赌光了，然后你就去开酒吧吗？可是这个裙子不对，它比较长的吗？可是刚穿，可是那个真的太长，很长。你太长了的话，就很像已经退位的妈妈是。所以怎么办？这件不对耶。对，你这是在经营投币式卡拉 OK。这上面好空哦。哦，不过你刚刚讲他因为是绑绳子，所以他就调可以很好调。大家不要惹我。他现在就是气质不对。刚刚看起来很大牌，现在真的。什么狗？一件衣服差那么多质感。对啊。最后我们就让尹平穿一下自己设计的礼服。我都已经捏把了。曾经震惊尾牙现场，打败其他模特儿。来，尹平出场。走吧，走一下。什么身材啊！我的天哪，好漂亮哦！掌声。真的太效果好惊人，看到就是那种目不转睛，想看着他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在后面换装，我已经很不好意思。我这我也有看到。什么？我们要露出不该露的东西。对，我们都要把那个女性用品要折成像折纸艺术，要折进去。我懂。所以当时尾牙就是这样子吗？还是说连上身都是肉色的？就是这样子。就这样了。所以你现在这边有感觉有黑色的东西。对，它其实我这件做两层，我是做两层，就是怕说万一有曝光的。你那衣服平常有要用吗？最近没有哎。因为尾牙印完以后，就直接把它放在衣柜里。借我一下耍大牌。你是想要抽根烟吗？这位太太。他失去你这件之后，你看，对，这套还蛮漂亮。你会觉得很像妈妈想带旗下的小姐，好走样。你要站在一起，好像带小姐上班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一号小姐还行，搞死。不过，两个效果不同，可是都很好，很厉害啊。我觉得王尹平今天真的把其他女生压得太凶了。怎么办呢？那就还是我们说好，我们就把它剪掉这一段。除了身高会影响穿衣的美感外，胸部的尺寸也是重要的选择条件哦。别以为丰满的女生就能穿出惊人的美感，其实她们的困扰可远比你们想的多更多哦。那位你不觉得刺眼吗？我觉得诧异，就是。是奇观吧？请问徐志奇，这是你自己的衣服哦？对啊，可是它好像快掉下去了耶，所以要用胸部把它撑住，要不然会往下滑。什么？这还叫撑住呀？对啊，那个只是胸部把它顶下来吧？没有胸部把它推开嘛？不是你那个，这个已经是推不上。不是因为你那个位置是对的吗？是对的，应该高一点。不应该更高吗？对啊，其实已经低于那个点下方了。没有，它就是做的那么的超好的。做的就是刚刚好要遮住那个点。没有，他这个衣服是上台前我一定会把它往上拉。对，这个是滑下来已经卡住了。就算你往，你看他的胸线其实在这边呢，是正确的位置啊。今天这四位他们来这边是要向对面那四位啊表示一点慈善的感觉，就是为什么？我今天会尽量不要用这个身材好与身材不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偏见嘛，啊，应该就只是长得好看跟长得不好看，不是，不要再惹他，你知道他要哭我怎么办？为什么？他说你是好看的，你是
然是造型专家，你可以解说一下徐志琪那件衣服你的意见吗？他那件就只是罩在外面的罩衫而已吧。所以他到底穿的位置对不对啊？他其实这样看是不对的，可是如果你从侧面看，其实是对的，对，因为它是贴服你的胸部的。对，它真的是贴，它真的是贴，因为它是胸线是真的在那儿。它这件就叫显摆。显摆的衣服，为了嚣张而穿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很显摆。看看你的衣服，它腹部有玄机耶，很棒，它是透明的耶，它是透明的，所以你今天没有要示弱的意思。我今天就想整他们了，因为这件连我穿都开口笑了，你看看这件，它已经爆开来了，所以扣子有可能真的会。所以他们就不能扣，我就是让他们袒胸露背。你以为你老跑那么长？真的耶，好，徐可，你要跟大元去后面换衣服了，麻烦你，好，造型师会照顾你们的。好，小小鱼，你的你穿这类衣服的时候，通常是经纪公司逼你的，还是你自己也乐意这样穿？我穿裤子，我其实很少，连经纪公司都不会逼我，是制作单位逼我。好像没有看过你上康熙穿到这么低的耶，因为就是。会依照主题看要穿什么，我以为他说依照主人，也是会依照主人。是不是因为你的身材失去过表演的工作？我有因为就是定妆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角色是角色本来是请你演的，对对，结果去定妆的时候试衣服的时候，他们叫你试什么衣服？就是那个角色是很穷的，就是吃不饱，然后很惨，吃不饱。那我刚好很相反，因为我又比较福气的样子，然后我穿的那个衣服是有点类似马甲的，要看起来很比较单薄的身体。就我也有类似情形被换掉，是身材太火辣，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去试是他们要日系的，所以我的脸是就是小孩脸，但一穿上他们衣服，他们说。就是他们要营养不良的，就是比较对，所以就被换掉。好羡慕哦！他刚刚那句话应该有惹到你们吧？好羡慕，他身材太火辣了。对呀，你干嘛好羡慕？他在攻击你耶？是吗？还有你。进去换衣服的呢，许可跟大元，然后 S 你比较担心的是，我觉得许可那套衣服穿的不会有任何效果，就是大元穿许可的衣服不会有任何效果，所以。你要不要去看？你看一下，先请比较淡薄的那位出来好。淡薄这么棒！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也差好多，这是同一件吗？是同一件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直线都已经快崩开了，怎么会差？我命已经破掉。我觉得许可先出来，然后直接回家，不用多停留，直接回家。所以许可完全就没光芒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许可已经换装好了，我们请他出来吧。到这边来，你怎么穿那么高？是怎么跟刚刚那件意思差了很多？不是穿很高，是因为低的话就还是平的，会有骨头露出来，对不对？都是这边。可是你这样像童装哎，你要穿童装，真的。不是衣服的错。我觉得比较像旅馆，就是毛巾架上铺着毛巾的感觉。男生应该会喜欢这个打扮吧，因为蛮清纯的啊，对，是应该算有市场才对。不用再问我，没关系，可以拉那个语气都非常的低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可爱啊。你干嘛搞得跟告别式？真的啦，你们人好好哦，真的好绝。我擦一下手了，擦手。大人换上许可衣服，差很多，真的假的？好像做过电脑特效一样哎。所以他那件衣服未必适合，你会觉得是不同件的衣服。所以那骷髅忽然有生气了吗？有，真的，愤怒。你会觉得说骷髅，我怕你，因为刚刚你就觉得他就只是个图案，比较精神。大元换好了，我们欢迎大元出场。快把三 D 眼镜拿下来了！穿它这一套有任何让你不安的地方吗？没有，就是平常会这样的打扮。可是我们刚才安慰徐哥很。
半天，就如果是这样上街才会有很多人瞩目吧。是，而且我觉得设计师也会比较爱大圆吧，因为让他的图案更有灵活性。你有穿过这样去约会，然后男生很高兴的那种吗？没有哎，我都穿，如果是约会的话，还特别就是穿典雅勾引他之类的。所以这样还不够勾引？这样没，这样就是很普通去上课。这是保守吗？这是下高级的，这上课的打扮哎。你上课穿这样？就是会大家都看到很夸张，这样很低吗？很低啊！我觉得这样对你不好，因为你没去的话，教授会很快注意到。对，这样没有啦。我平常就是穿这样子啊。所以你觉得这么不生活化的身材是好还是不好？好的，因为我已经肉肉的，如果又平的话，不就很不划算吗？徐子淇超雄伟的上围，把衣服给撑坏了。我们要把王思佳还有徐子淇送到更衣间去哦。好，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太冷？等下自己就可以找到。听说上围比较丰满的人，冬天的时候会显得胖，是不是？很痛苦。穿厚衣服，最讨厌穿冬天的衣服。所以我以为没差，为什么冬天会？因为冬天不都是穿厚重那种毛衣吗？或者什么套头之类的？那胸部大的女生，你套上那种衣服，看起来就会变得很臃肿，侧面超胖，整个侧面看起来就好像以为你七八十公斤那么重。因为它毛衣整个都被崩，都这边对，等于说这边都崩开了，看起来肚子也变很大。思佳说她曾经跟马奎尔换过一件衣服，是类似这种绑带子的吗？对，因为我曾经买过一件，就是我很想穿的一件衣服，它前面是开超深 V， 然后是链带绑脖子，然后就是要那种胸下围非常小，但是胸围要很丰满的那种女生才可以穿的。然后我在家，那你干嘛买？我不能有点梦想嘛？然后我就梦想不能远大一点吗？把它放在这种小东西上。然后结果就因为他离我真的太遥远，然后我就想到说姐妹套中 Markel 真的可以穿，结果没想到他穿上去效果出奇的好之外，他真的也有从旁边快溢出来这样，然后两个人就参加了活动，完之后一上电车，我真的不夸张，他立刻就这样，好痛哦，好痛，他就大叫好痛，为什么？然后大家就说怎么了？他说我的，你跟我出去玩讲话。打算从此从事幕后配音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，然后就说他的脖子要断，因为他胸部太重了。然后我们一看就发现那个链带已经整个陷入脖子的肉当中，然后我整个夺魂剧一样，对，然后他就一直尖叫说他要脱衣服，在计程车上就说他要把那个衣服整个脱了，然后可是因为他是套下去的，他有喝醉吗？他没有，他非常清醒，而且他一直大叫说他脖子要断掉了。那司机有没有说？我觉得你可以脱。就只好把那个链带跟这个衣服的这个部分给拆开，然后他才把头抬起来说：“我以为我要死了。”然后就他差点被自己胸部给杀死哎。怎么了？我没有想到这点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因为连那件平凡的衣服都可以被他穿成这样哎！您说奶珍把那个是奶黑衣服撑起来了吗？你会万万想不到有这种效果，真的。所以每件衣服都重新得到了。我觉得人生真的无奇不有。瞧不起这件衣服的，所以很多衣服都在服装店里默默等着生命的第二个春天，对不对？他要选对主对的主人才可以穿出他的灵魂。很好，小胸部没有没有，是挤出来的。你里面有放什么吗？就胶带。不是 CD， 你让它靠过来一点，你看它已经在纱布后面透出胶带的痕迹了。真的耶，胶带。这边那一道白的你没看到？哎，真的，是地板胶。哇，你刚才箱子哎，痕迹到哪里去了？你那个就是我们粘地板的那种胶带，用 new bra 就会有一样的效果。对啊，我们粘还是一样，因为 new bra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大一点的胸贴。可是刚刚他一开始就是用 new bra 了，因为我有学。你一开始已经用了 new bra 了，对，你是不是粘的不够后面？你要粘很后面，然后我已经粘到这里了，粘到背部了吗？而且是最小 A 哦 ，A 靠我，背部都推到前面了。而且他不是说都要弯吗？我们都已经这样弯成这样子的了，还是一样。
就没有东西。你有没有吓到刚刚他穿的衣服，乃真穿的衣服？有啊，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穿呢。真的哈、哦，你有重新认识这件衣服吧？很好看。好，我以后会这样穿。啊，我们访问好你了哈，请你回去做。乃真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欢迎詹乃真。左看右看不可能会变这样。为什么现在有肉跑？而且变，你刚刚怎么穿的会没有？鸭子，刚刚你怎么穿怎么会没有那两节？我这一条刚在这边啊，是你拉太高了是不是？我以为就是穿平的啊。你是把它穿成平的？对，我把它摆成平，它现在往前摆了，所以你是硬把它往下拉。对啊，这样子比较有效果吧？是，这才是这衣服的真相吧？我觉得设计师又落泪了耶，就是埋没这么久，终于被穿对了，很不错，所以。这个衣服本来就应该这样穿，是吗？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种穿法，只是刚刚乃真其实在穿那一件的时候，她还刻意压胸，她还穿了小可爱在里面，故意把胸部压扁，所以当她真实的胸部露出来的时候就这样。担心志祺穿这个会出事，会被裂开。志祺，我先跟你讲，我穿坏我不买下来。没有，你就是要赔啊。赔就是赔。志祺，你穿这一件的时候，你里面会偷加小可爱吗？这个应该可以容许我偷加内衣吧？不然这个太远了，你知道他那个胸离身体里面可以放很多我们的那个，就觉得可以挤在工作室里面，他那个太远了。是，你今天穿这个洋装，你还可以走台步吗？可以。现在是吗？你可以吗？不会危险吧？可以。好，来，我们马上先整理一下好吗？整理什么？怕它掉下来。哇塞！好，小心走哦。好，徐志祺小姐走台步喽。哪边？请出发。你觉得富商一定会高兴吗？这男生看了应该都很乐吧。所以你会来参加卸妆吗？参加卸妆可以啊，觉得可以耶，你这可以 ，very good idea。去了海边，看到就是身材比较火辣的人穿比基尼，真的会觉得你以后不要去游泳之类的，尽量不要跟他交错，就是不要躲在他旁边，或不要浮出水面啊！我们你们就好好练游泳就好了，就变成游泳高手就是了。好，那边已经 OK 了，所以你觉得应该先看，麻衣算是有惊人的地方，麻衣有效果，那我们就先看小小好小小鱼哈，来欢迎小小鱼，还不错，真的好难看啊，蛮好看的。点点是大了一点，可是点点，可是好像不是像你讲的是撑开，是它整个人就会让人家眼睛比较亮，比较圆亮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小小鱼走一下台步吧。又不是藏的，我很不会拍照或者什么什么的。每次拍照，然后我都觉得超痛苦，然后我都不知道摆。那你参加那种什么 fashion party 不就是会僵在背风前吗？然后就是只会叉腰或者是之类的。第一次来康熙，我就记得他从第一集开始就在抱怨他的身材。这真的是很需要抱怨啊！你现在还没有克服那个障碍吗？我没办法。你还没办法喜欢自己吗？我没办法，真的很可爱哦。像拍那个 bikini 的照片的时候，我也是很不自在。之类的，可是你至少长得是很可爱啊！谢谢，我觉得很漂亮啊，头发，不喜欢女生，男生来，也请坐，请坐，好。然后麻衣现在换上是小小鱼刚刚的衣服，有加分。来，我们欢迎麻衣。比较有酷的样子。但是刚刚小小鱼穿的时候就是。就爆盲。可是这件衣服本来其实应该是长这样，是这样吗？小小鱼在穿是有点坏掉了。阿姨帮我们走一下台步好吗？一点都没有什么开心的。对，我觉得麻衣好像穿衣风格偏保守。对。好，谢谢麻衣，请坐。真的吗？
我觉得他其实应该穿这样个性强烈一点的衣服。是哦，他喜欢穿小洋装呢。以前都喜欢那种蕾丝啊，就是飘飘的那种洋装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还有徐志奇送到更衣间去了哦。好，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他哦？等他继续就可以讲到迫不及待，小人的嘴脸吗？不是，他感觉很会吵架，我有点不敢忍。请问，如果是真的在饭局当中有一个人就带了这样艳丽的选美皇后来，他去补妆的时候，你们就会迫不及待要讲吗？当然要啊，而且我们女生去尿尿一定就会大讲特讲啊。吓死人！所以我觉得选美皇后跟你们的差别是，她选衣服的品味也不一样，都是走这种纱呀，或者是亮晶晶。对，亮晶晶。她其实她的包包是超亮的，就是亮片，金色的亮片，亮片包是不是？她是另一个世界的人，对不对？跟你们是不同世界，有点像购买。他在忙着换衣服，没有关系。他到播出的时候才会听到这一句啊。那应该是那个啦，日本的妈妈桑，六本木的妈妈桑。六本木的就是江湖味比较重的那种。妈妈桑这句话没有比较好。好，什么东西啊？骂什么啦你？你那个衣服是坏掉了吧？谁的？他把那衣服弄坏了。是去把衣服弄坏，把私家衣服弄坏，把私家衣服弄坏，所以他要买。就是那私家看起来怎么样？还 OK， 私家还 OK 吗？因为任何女人站在志祺旁边，就是会逊色很多。所以，佘老师他们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应该先看私家，对不对？先私家。好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好合理。怎么会刚才被穿成那样呢？他是把它掰开来穿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像柚子一样吗？胶掰开来，怎么会不是同一件衣服吧？这是同一件，其实这件衣服我刚刚穿上发现它其实本来就应该是长这样，可是它刚刚穿的把它推得很外面，然后大家就觉得胸部跟衣服是分离的，而且它刚也拉太低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刚真的拉太低。其实这件衣服它其实是托起来的。OK。而且它这样穿就觉得还蛮暖和的。这样是衬衫衣服，这才是正常的。不过私家背后用别针别了。对，因为它比较高。姐，刚才看到你的衣服被毁坏了，我真的很想揍他。我就叫他不要扣，不要扣。我说我要扣啊，就扣不起来，因为扣子有掉吗？后来我跟你讲，那扣子很可怜，它在挣扎，已经脱线了，扣子在那边抖抖吗？他也得到第二个燃烧的春天。那件衣服真的，思佳，谢谢你，请坐哈。那我们要欢迎志祺小姐喽，来志祺出场。好像还蛮有效果，很戏剧化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不是，衣服已经变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穿的都觉得很不舒服。所以你还插了几颗扣子？3颗，3颗，我只扣得了1颗啊。你刚刚有扣满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大概扣到胸口这一颗。我是扣这边腹部，而且你看它那个线，它已经歪一边了，它整个衬衫的中线已经歪掉了，受伤了耶。这衣服就有点像日本动漫里面的这种少女类战士的，不是？因为至少穿我身上还有点端庄的感觉。可是我必须要说，就是虽然思佳刚才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比较
合理一点，可是这套衣服好像在他身上得到一种绽放的感觉，就像花朵忽然爆开来的感觉。因为他这边的蕾丝可能就是想要被人家强调吧。对呀，因为在你身上没有强调啊，没有没有，就在你那个店里面，好像那个花苞还没有绽放。我的纽扣在哭了，因为你刚刚那个这边是它是往下走的，它现在整个是你知道哇，林怀民有一种热什么林怀民。热带雨林啊，什么这一类的感觉。两边都是身材窈窕的女明星，可是双方互换衣服后，没想到效果竟然会差这么多，可见选对衣服真的很重要哦。别再以为衣服好看就买了它，万一穿错衣服，那可是会暴露自己的缺点的哦。